谈感冒呢。我哪会感觉你敢那足怪是做这样的？你莫甲我讲，你近期嘛有过意外出错。停着停着停住了，干脆。郭哥哥，你敢嘛是予遐个歹人拍到无路水，才拄好下夫来救我？所以你应该嘛毋知影郭金妈的状况是安怎，伊人敢有平安？哎，别烦恼啦，郭应该无代志，因为我刚听到爆的声音，因哦应该有挂挂位啊。所以爸已经带人挂到位啊。那恁伊哪会过会，互人拍到无落水啊？迄时阵啊，我啥物拢无想，敢想要救你。你的意思是，你毋是互人拍的，你是家己跳落去，只是为着要救我？哎呀，无任何代志哦，比你的生命安全较重要啦。所以你为着要救我，你完全无顾虑家己是毋是会危险。爱情的云来送我，就像日月星辰。你以后袂当讲安尼无珍惜家己的性命，你有听到无？你别烦恼我，我当然是有办法才去救你啊。安姐，你敢知道？我敢知哦。山药留一寡食的物件，我稍等哦，煮泡面你吃，安尼你较好听啦。安姐，来火堆加烘一下，辛苦会较温暖啦。可是你哦，安姐，等你到天亮时阵哦，我就出去看附近哦，有法度找人，赶紧叫出去哇！你真快。安姐，啊，三单，来，给我一领，啊，来，是谈感冒呢。我哪会感觉你敢那足怪是做这样的？你莫甲我讲，你近期嘛有过意外出错。哎呀，真的有事要乌啦！你莫袂记，我是安怎大汉的，而且哦，这讲有什么困难的代志啊？走着走心了，守着守着就分手，停着停着就停住了，干脆。爱情的意外送我，就像日月星辰的交换，就让这惯了淡了散了乱了，就谎言爱。安姐，你受伤？无啦，我有想到细汉时阵有玩迄个小哥哥，我甲伊爸爸伫个工寮内底过节，伊嘛是甲你同款，无闲伫个照顾。这几件代志你会记啊？当然会记啊。知影迄个小哥哥即摆过得安怎？时间过会记得我？我有约束过，伊讲伊会来找我。当然记得你啊！只是即摆，毋知伊在什么所在，一直在打拼，但将来有一天，会当甲伊见面。